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杨老师，今天教大家如何轻松补财气，招来贵人，钱财入袋来，就是这一罐轻巧的宝贝，不要小看它，小小的一个里面添加了独家四大招财秘法的精油。第一个呢是催财香的檀香精油，帮我们催旺财运。第二个是钱母香、广藿香的精油，代表的是土行能量，也象征我们的财库。第三个是事业香，西洋雪松精油。雪松呢也被称为生命之树，能够加强我们的活动力。然后第四个是正念香，就是杜松子精油，用脑过度的时候可以舒缓一下我们的压力，休息一下再出发。我还特别加了一款黄水晶在里面，因为用到最后会看到黄水晶，等于这整个香膏都随时充满了招财能量，好香。像你啊，就是走到哪里，就是财富磁场就是跟着你，然后钱就是跟着你。其实我相信每个人生活都很忙碌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设计的香膏呢，就是为所有的粉丝朋友们，还有一些没有时间迅速补财气，然后像要开会的、要谈生意的，其实你随时擦一下，尤其像业务人员抹一下香膏，那个财气呀，满手的财香一下子就有话题，客人对你就很感兴趣，然后钱财自然就滚滚而来，就这么的简单。还有啊，如果你的心情现在很忐忑，心情很不好的朋友，或者开始出现一些负面思考的人，很适合，因为香气就是财气，它会让人开心，会形成一种纯净的结界，不会让污秽的气进身，就不会破财。然后我每天呢出门前呢都会插在耳朵的后面，那每天下午3点到4点呢我也会再补充一下，然后太阳穴或者是我拿来当指缘油，有时候我们指甲旁边呢常常把它补充一下，然后不但会有好心情，而且有时候呢我还拿来整个当护手霜擦。这个呢就是时时见财，日日旺财，龙年富贵来，最主要是可以滋养皮肤，又可以好手气，钱财招之即来，想到就开心。平常拜拜的时候如果不拿香插在手心，双手合十就等于是拿香在拜拜，是不是很方便呢？诚意十足哦。精神不好的时候搓一搓啊，满满的精气神，觉得人生真美好，又可以出去奋斗了。所以这一款香膏呢非常推荐每一个朋友，男生也可以用哦，买一个给男朋友或者你的老公放在包包里，随时随地补充一下财气，就是补充你的好运气哟。